我们现在要来搭公车，要去鹿荡。玩什么吃什么，跟着旅食购。嗨，我是依学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苏打冰室，要来吃早餐。来这里想要试看看这个花生西多士，它菜色还蛮丰富的。哇，蛋芝士、猪扒、菠萝包，这边阿华田，这边是什么 B 仔鸳鸯花生西多士，然后这个是传统西多士，超大份的。这个人很认真的在挖蜂蜜，这边说这个很咸，花生芝多士，还是原味的，哦，原味比较好吃，原味比较好吃，花生就略微逊色。推荐大家来点原味就好了。吃饱了，好吧，奶茶不是我喜欢的奶茶，但西多士蛮好吃的，还有猪扒包，推荐大家来这里吃这个。我们现在在关野街晃晃，人潮小多，但还 OK。这边的排队人龙在排安德鲁蛋挞，这个算澳门蛮有名的蛋挞。对，老地牛杂，超多人。加摩圣母堂，那里面应该是可以参观啦，但现在在祷告。这边是鹿环璞韵住宅区，就是都是这种缤纷的绿色。我们要来去拍冰火蛋塔，路过了这个三婆庙，然后蛋塔就在那，远远的那里。听说是他们现在热夯的网红店。用这个擦嘴巴。嘴巴可以啊。嗯，我先拿卫生纸出来。只能说吃起来会有点狼狈。对，因为里面就是这种冰淇淋的融化的，上面是焦糖这样子，会流出来。好吧，我们刚刚吃完蛋挞了。认真说，蛋挞很贵，可以尝鲜，但不是可以尝试的蛋挞。后面这位，你要表达一下吗？好吃。啊、哦，太贵了。吃一次就好了。吃一次就好了。然后我们跑来隔壁买 Dino 汉堡。对，这好像最近因为 Seventeen 演唱会跟忙内名字一样，所以热夯，所以我们来吃一下正餐，等汉堡好。好吃吗？这是猪肉，那你面包要咬大口一点。我觉得这边的东西都比较咸，可是美式汉堡都偏咸啊。看起来肉蛮 juicy 的，牛肉的口面看起来不错 ，juicy 双层，如何？很好吃，对，还可以的。双层牛肉，赶快吃，快吃，它冷掉了。啊，牛肉蛮香的。
Team Lab 超自然空间。我们加了100块，有可以附加3个场地可以看，对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进场了。冰淇淋吧，看不出来什么颜色，然后还有个动画会长东西出来。来来来，采访一下，我们刚刚逛完超自然空间的展览，如何？超值得去看一次，一定要里面超惊艳，超级漂亮，超好玩，很多拍照可以好好的拍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去永历皇宫。坐缆车，超多人的，都在等观光缆车。我们本来要排缆车的，但人实在太多了，所以刚好看到了一个表演，是铁达尼号歌的水舞秀。接着我们要作为市区去吃饭。我们现在来到轻轨妈阁站，那它的地下室就有一个公车总站可以搭车。那我们昨天傻傻的走到后面去了，所以大家如果出轻轨的时候要注意，就是到地下就可以等车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坐车去六记粥面，点着点着也不少钱。